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在饲养头啊，自己调的料，来个战斧大猪排，哎，今天咱们吃个牛窝骨。
牛排，就得吃个黄标的。烂不成了。哎呦我去，我先来一大块，快点要。哎呦，我说真香！后边这个真皮才香。
天咱们来一个羊头，先从它的天灵盖开始。好久没有拍个新羊头的视频了，这个已经不是很烫了，所以说吃的正好。羊舌头，羊眼，羊脑，小东西往上点一点啊，这是感谢你们，谢谢。这边还有个溜汁，赞爷，哇，爆辣了。
跳车中，放上面。老板，你喝水不？有没有人喜欢吃羊头啊？老板，你吃我羊头。老板，你擦擦嘴。老板，给我儿子弄点吃吃，我儿子馋了，他想吃。拿一点，那给点不辣的，你看哪点不辣的，给哪点。谢谢老板，哎，你吃不吃不要？吃，是不是想吃？老板，我给你买一个。吃啊，等我，老板，要不再给一点？没有了，这羊今天是羊，特别少，不羊羊送的。你喝水吧，老板。羊脸。这羊头说实话，还没吃饱。老板，你吃点香味儿。这回让我吃吧，老板，兄弟，谢谢老板。再坐一会儿，快点吃上。今天咱吃个羊头。哇，好热呀。羊舌头，哇哇，
表演。表演。来了，干净了，杨导。大牛蹄。满满的牛蹄筋儿，猪皮卷儿。
姐妹们，能吃辣的一定来挑战一下爆辣河粉，老过瘾了。脱骨猪蹄儿，红烧大肠。今天吃这个绿绿的一起冰山熔岩，抹茶巧克力的，这个是青梅茉莉芋泥口味的，
半熟芝士。这个是雪绒芝士，青梅茉莉口味的。后味有点酸。